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江永夏城。就要进入到夏天了，我们可爱的湖南又要进入到火炉一般的季节了。今天晚上我们第一轮要推荐的两样产品解释就是我们湖南夏天的必备清凉佳品。是的，我们这一轮要出手的就是来自我们湖南永州的江永夏城。哎呀，哇，看着就想吃啊！对，吃了夏城啊，酸酸甜甜过一下，对不对？一提到夏，哇哦！有可能外省的朋友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葛根粉对于我们湖南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是，我小时候就经常吃这个。哦，对胃也很好，而且很养颜，吃起来特别舒服，在夏天放在冰箱里冰一冰，清清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这样啊，待会儿这两碗留给我啊，你一下吃两碗，一吃吃两碗。我跟你说太好吃了，真的。接下来呢，我们有专门有两个产品拍了一个短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yeah, ！掌声欢迎我们两位推荐人热巴和雨宁，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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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的，我们第一轮的助农比拼已经开始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抢购本轮推荐的农产品。同时，我们将在本轮下单的观众朋友当中抽取1000名幸运的观众，获得道道全植物栽纯压榨菜籽油，不仅有好货有好礼，还可以分6亿大红包。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1000名当中也可能是我们现场的某一位观众朋友，所以现场的朋友也抢起来好不好？加油，抢起来！好，加油！我们首先来看看热巴这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产品。好的，我今天要推荐的是来自湖南永州的江永夏城。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橙子啊，它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冬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是。对对对，秋冬的时候可能大家会买很多很多橙子来囤着要吃。但是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原来夏天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橙子。江永的夏城主要产地呢，是因为气候温和，降水量又特别的多，所以产出的夏城往往是非常多汁又非常可口清爽，一口咬下去就是满满的幸福感。你要不要咬一口试试？哇，你这整个都咬下去了，哎、是不是？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不要装，不要演，怎么样？哇，在嘴里爆汁啊！哇，能满满的一口维 C 的感觉啊！前锋吃就是香哈、啊，太爽了，太爽了啊！好爽。对，因为夏城呢，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对，它会在4月开花，8月结果、哦，一直到第二年才会成熟采收。所以它会经历一年四季，也是少有的花果同树挂果过冬的橙子。哎，我好像听说它有一个甜酸比例是黄金甜酸比例，是15.5度，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吃起来更加的清爽可口。对对对。除了，因为我觉得女生夏天的话，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比如说酸奶啊，做一些饮品。哦，自己 DIY 饮料还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呢会准备一个，哦，是吗？我觉得喜欢完全可以，你可以很好的下单。来，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位朋友请一下去，然后教他，对对对，我们教他怎么去，谢谢，教他怎么下单。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谢谢，我们有二维码下单的链接啊，对对对，快去抢，谢谢。大家非常想买江永夏城，喝点这个，很热情啊，太热情了，对对对，真的很想要江永夏城了，你也可以一会儿下去下单了。是。好。为了夏城去下单。对对对对。所以呢，下面呢，我会给大家来 DIY 一个，夏季饮品。对，夏季的饮品。首先，夏季呢，千万不能少了冰。冰块。对，哇。对，然后呢，我们先放个2-3块吧。是是是。3块冰。然后呢，把我们已经榨成汁的这个江永夏城汁，再来倒入进去。哇，好好粘稠啊！满满的维 C， 一看就是果肉非常非常的好，好喝。好，我先少来一点，然后呢，最后就是把我们已经切好的这个，我洗过手了啊，卡着，又漂亮。对，这一下看着就气质就来了，哎呦，就夏日喝，夏日的气质。对的，对的。然后在上面再放一个薄荷片，薄荷叶，哇，清凉，就高级了。给韩哥，我来尝尝。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永州啊，不单单还有夏城，我们永州江永那个地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香柚、香茶、香姜、香米，有很多很好的，好多好，包括我们那边还有女书，大家可以去那边旅行。我来尝一下热巴调制的啊。对，而且我们的夏城茉莉茶绝对是绿色天然。您干了呀！哇，这一片就想跑到你嘴巴里，这种看出好喝了，哎。不单是有热巴调出来的时尚的味道，还有浓浓的家乡的味道。湖南的朋友，品起来。
它是绝对天然的，营养丰富又消暑。夏天到了，我们丰收的姜蓉果农们急需把满山的夏橙都送出大山，快来跟我一起出手为他们下单助力吧。赶紧加油，赶紧加油，加油加油，赶紧下单。满山的夏橙，你要知道，我觉得那个树上面挂满了金灿灿的夏橙，真的让人感觉就是硕果累累。对，你把这硕果买到家里去，就是看着就舒心，家里也兴旺，也兴旺，大家都开心。对，喝了我们这个热巴给我们调的这个茉莉的夏橙茶，我们接下来看看心境。一吃饭吃三碗，这就是李教练，他非常非常的消暑啊，是的，是的，对对对，非常非常的棒。其实呢，以前呢，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和我一起助农惠农，帮助湖南农民朋友脱贫致富。哎，大家也要记得，葛根粉不错，但是我们的姜蓉夏橙也很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出手下单，出手下单哦。各位亲爱的朋友，真的，我一不小心喝完了，喝完了，我真的还可以再来一杯。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买手团，来，瑞哥，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手里赠爱写到西出往外的谢谢，谢谢热巴和雨宁带来的精彩助力表演。来，请移步到这里。你们有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你们刚才的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为了帮助我们姜蓉和张家界的农民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轮，各位亲爱的朋友，助农卖货的战报了。现场姜蓉的朋友和张家界的朋友在哪里？耶！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有没有信心战胜对方？热巴有没有信心把自己的姜下成卖？当然有了，刚才我们那边姜蓉下成的朋友们喊得多大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雨宁，哇哦，我一定有啊！那葛根粉的朋友们在哪儿？怎么还是那边？这边也有，全场都是，好吗？全场都是。我们来看一下战报，第一轮比拼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4分50秒，迪丽热巴卖空了20万斤姜蓉夏橙。哇！而我们的雨宁用了5分10秒卖空了张家界81万包葛根粉。哇！承让了81万包，在这里因为时间啊，我们用时的长短，我们要恭喜前锋一博团队获得了本轮的胜利，特别感谢所有一起来爱心助农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祝贺祝贺祝贺，谢谢。我们今天啊，除了在舞台上的我们的这个雨宁和热巴以外呢，我们刚才在欣赏歌曲的时候，我们台上20位主播都一直在热情洋溢的解说，我们现在就来一一连线啊，连线一下，这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小太阳，脱贫农家大卖特卖。此时此刻呢，拼多多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下方的小红盒，立刻下单购买。我们下一轮的推荐人呢，已经迫不及待了啊，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为产品加油，让我们。